现在是六点多，六点半。然后由于相机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迟了一点点。今天是要出门滑雪。好厉害啊，都是自己带东西的。他要换裤子。到啦。印度人吗？对呀、有点怕，他那个太斜了，他没有一半的，而且好像就是这一半侧更斜。哦，我也觉得这边特别斜。他坏的有点怕，因为我只能摔。我觉得一滑，特别怕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要疯了。我觉得停不下来，因为啊，停住了，去那边去。厉害啊！可以吗？好，你知道我让开给你过吗？你们有上课吗？还是我们之前去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滑过一次，上过一次。我去年也滑了一次，滑过这个上吗？你现在要怎么办？今天滑的怎么样啊？不开心，膝盖疼。我在你后。我们回到家了，太累了。今天老公很厉害，老公滑了，我觉得绿道蛮 difficult 的一个坡，然后我就一直在下面自己滑了三四次，然后
晚上跟单位同事吃了饭才回到家，现在洗了个澡，泡了个澡，然后再做面膜，然后，差不多吧，就这样啦。我们很困，要睡觉了。